见十九，快意江湖，各位英雄好汉，周师妹带你细品武林。嘿嘿嘿，你们在我大桃花潇湘云水的爆发下颤抖吧！你这也太猛了。不过，桃花门派有潇湘云水技能吗？当然有了，不过这个是特定的技能指点，和这个效果组合的指点可多了。哇塞，那你可以教教我怎么搭配技能指点吗？好说，咱俩谁跟谁呀？桃花和大家见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只有合理搭配了技能指点的桃花才能在战斗中发挥其全部实力。今天呢，周师妹就和大家讲一讲桃花在 PVP 和 PVE 战斗中的技能指点搭配吧。在 PVE 挑战中， BOSS 可以免疫所有控制效果，所以桃花就需要舍弃所有的控制与效果，全力提升输出与血量回复，以求尽快斩杀 BOSS。 在输出提升方面，桃花赢落选择王夫人的技能指点，平沙落叶选择鸠摩智的技能指点，听云观海选择虚竹的技能指点，这些指点的效果都是提高技能伤害，让桃花的输出能力得到加强。在血量回复方面，回风拂柳选择苏星河的技能指点，让技能同时为自己回复相当于伤害量20%的生命，提升自身的续航能力。同时，九花玉露选择无鸦子的技能指点，这样可以在为目标加血的同时给予一个护盾，可以在关键时刻保证生存。而 PVP 战斗中就需要我们考虑自身的连招和爆发。碧海潮生技能选择乔峰的技能指点，让碧海潮生改为弹奏潇湘水云，提升后续输出。之后，九花玉露选择楚万里的技能指点，回风拂柳选择阿紫的技能指点，来延长潇湘水云的持续时间。同时，如果对手阵容中有峨眉和少林，平沙落叶选择李秋水的技能指点，获取重伤效果要限制对手回复。当然啦，想要拥有强力的技能指点，就需要和英雄有足够的好感度。我们可以在商城购买英雄酒来提升自身与紫色英雄的好感度，购买英雄师来提升橙色英雄的好感度，快速解锁英雄指点。